threw it back at me, I gave a boom. That's ain't a problem, I know where it goes. She had them.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麻醉疯狂假面，我会今天给大家来一场内奸诸葛瞻啊！这局看点很多，包括控场，包括属性克制、武将克制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怎么说呢？大宝的克星吧，算是啊。诸葛瞻，近卫大宝，近卫离不是近卫大宝，是离大宝是近卫，所以说选个诸葛瞻安全第一，而且求稳，防止大宝发个绝刷个决斗破你的复印，然后再杀你一刀，所以说刷一个闪更好一些。开个南蛮入侵，然后上加一就行了。有人说曹王在你旁边，我是内奸呀，我又没什么队友，所以说不需要管曹王在不在我旁边的事儿。然后这时候不用再杀了，我是内奸，看一会儿去放一个 AOE 看戏就行了。有些人玩内奸总喜欢把自己嘲讽打到最高，闲的没事乱杀几枪。这时候曹王跳中了，为啥跳中了？然后一开始我认为他跳中了，后来他给 AK， 让我觉得他是不是反贼，是为了送牌。后来想了想，实在很奇怪，看曹王可能是打错了吧。直接告诉大家结果，曹王就是个忠臣，他开局刷了减一码，有人觉得曹王刷减一码没问题啊，对不对？他可以保护到忠臣，你们要想清楚，不要在这个位置选曹王，贴脸曹王都不一定好用的，对于大宝来说，就这局，所以说不要觉得曹王刷了个减一码就觉得是好用的。第一，你减一码多还是拆桥多？拆你的减一码非常简单，千万不要觉得你的减一码很容易在身上留着，知道吗？一个减一个排队减一码，一共才三张，加一码四张，拆桥一共六张，顺手的五张，怎么搞都能搞掉你。想杀你的话，其实跟你有没有减一码没啥关系。就是说，落桶跳中了。刘言刚才有一堆杀不出杀了，是因为他犹豫了。第一，他没有距离杀跳中的我和曹昂；第二，他前面左面右面他都不确定谁是队友谁是那啥，他又不敢乱忙。刘言尴尬的点就在这儿。落桶刚才跳中了，赵襄不要选了，在至尊场里面。赵襄跳反了，也就是说这把反贼有一个拖后腿的。这个时候的话，杀一刀曹昂，但是不要去冰曹昂，你是内奸，知道吗？你万一把内奸，你还要甚至还要给他空点牌，因为你要让曹昂去杀刘焉的。有人说，那曹昂为啥要听你的杀刘焉呀？那曹昂直接杀我，直接人杀你内奸不行吗？行呀，你是让他杀一个我看看，他把我杀了呗。场上反贼有个钟会，反贼有个刘焉，然后他们有个残血的落桶，还有个菜刀将主攻。但是让他放弃杀我呗，他杀我他就输呗，咱们大家一块输。您玩内奸就要控到这个情况，知道吗？控场控到这个境界，千万不要说啊我要撕票啥的，那很扯淡的。他敢杀我随便，我让你杀，你杀完我浪费你的珍贵的输出。先不说杀不杀死我，那刘焉和钟会两个大 boss， 你觉得你能打得过？所以说就这么简单。赵襄更别说了，还好换了个周群，两血周群，好牛逼啊！然后这时候的拆一些刘焉的手牌，即使没杀死，赌一赌八卦，没杀死的话有青钢剑啊，一定要给曹昂控青钢，所以刘焉这个问题必须要处理掉，毕竟还有钟会呢，钟会还可以跟他那个啥处理一下。杀死了之后把桃拿走，决斗火攻他火攻我不怕，决斗我也不怕，继续让他去打工，因为我不在乎的，现在剩下就对我困扰就钟会了。曹昂我留着的意思就是单纯让他和钟会互相打，赵襄已经差不多废掉，意义不大了。所以说我三个桃子主攻又能救活，不怕这钟会智商完全是被脑什么进入太平洋了吧，他水里面，他脑子里绝对进水了，不拆我距离拆我加一，我当时震惊，我当时看见他拆桥的时候我还慌了一下，我不好摸距离的，结果他拆我加一，不拆我距离，挺开心的。大宝的疑惑，九杀复印牛逼牛逼，还盖我牌，完克你啊小兄弟。要不实在不行酒怎么说呢，还在这干，为了缓解尴尬，他自己其实不懂技能了，为了缓解尴尬说总不能去了吧。这时候崩曹昂一滴血，因为钟会残血了嘛，崩曹昂一滴血给曹昂一些好牌，让他去收了钟会，不要让曹昂特别活得特别舒服。这时候场上已经控的就非常舒服了，我两个桃稳稳的幸福。然后呢这个时候的话，下这个时赵襄不想玩了，下签给自己多加一点伤害，他如果不下签给自己，我甚至还要救他，因为我要他人头。这个时候的话一打二也行吧，还行吧，这个时候我还是有点慌的，那会儿都快忘了自己技能了。有一段看过直播的朋友应该知道，我说要不出事儿，我操，万一我被杀怎么办呢。我知道一开始选将就是克制他，但是中途有点慌了，都忘了他只要盖我手牌就一定杀不中我，知道吧？这个时候不用火杀杀啊。有人说你为啥不用火杀杀，有没有人这样疑问的？因为没必要给他送牌，就这么简单，还不着急的，你不用太着急，知道吗？你下回合还有个闪电呢，这时候火攻没火攻中你，然后有个白银，然后这个时候的话先用雷杀，他如果过到闪的话就可以再用火杀，因为他一开始是明牌，我给他控的明牌，因为他要摸一张
随机牌，所以说火杀留到第二张，万一他真随机牌随机要闪了，我就可以继续火杀了，知道吧？这时候徐胜已经没有机会和我单挑的，这不又是一样，铜牌量的话是打不进我复印的，然后直接吃个桃桃杀一刀主攻，控一下牌，这主攻已经没什么用了，给主攻杀无所谓的，我就是给你杀的，我不怕杀的。然后呢，我要把他闪全拿走，然后上一个距离要杀一刀，这时候把两张闪扔掉，然后把他球给他也行，拆桥不能，我怕他拆桥把我距离拆掉，所以说酒都可以给他，无中也可以给他，但拆桥不能给，手上剩张名酒拆掉直接杀掉，这就是控场，怎么控的场你们要认真看。还有这把大宝贝完全克死，想哭的心都有了。